主日三分钟，感恩祭释义，感恩经。感恩经是由以下的基本要素所组成，包括感谢、欢呼、呼求圣神、建立圣事的叙述和祝圣饼酒、纪念、奉献、转求、结语的圣三种。感恩经是整个感恩祭的中心和高峰，这个是感谢和祝圣的经文。主祭邀请会众举心向上，祈求和感谢天主，并邀请各人和自己联合祈祷。主祭是以整个团体的名义，经由耶稣基督在圣神内向天父祈求。感恩经的意义是要整个信友团体皆同基督颂扬天主的伟大工程，并奉献圣祭。会众应该以恭敬和肃静的态度聆听。感恩经按其特性规定，只有司祭因为圣殿所赋予的职权才可以诵念。至于会众，各人怀着信德静默感和主祭联合一起，以感恩经内所规定的应对来参与，即是众借词里面的对答句和圣圣圣俗圣圣体圣月后的欢呼词，总结感恩经的圣三颂后的阿们，以及经主教团体批准和宗座认可的其他欢呼词。感恩经是向天父感谢和赞美的经文，虽然当中包含了很多个部分，但实在是一个整体，绝对不能够分割。由主祭向团体宣布愿主与你们同在开始，一直到圣三颂后信友隆重地回答阿们为止，整个团体应该藉着基督皆同基督在基督来，怀着感恩之心去参与这个祈祷。感恩经是一个祝圣的经文，因为它包含了感谢赞美上主、呼求圣神的降临、纪念基督的晚餐、奉献基督的牺牲、祈求上主借着这个祭献来完成天主在我们身上的救恩。所以我们要全心投入整篇经文之中，皆同基督宣扬、感谢并赞颂天父的恩惠。感恩经亦都是一个纪念，但绝对不是纯粹纪念以往的事迹。我们记忆主基督所做的一切，而我们现在所参与的正是他来救赎我们的事实，而救恩亦都是我们每一个人所经验到的。耶稣当时所吃的逾越节晚餐和我们现在所举行和参与的圣餐都是一样，所不同的只是与民和参与者是现在的我们。故此让我们全心全意感谢主，因为这是理所当然的。求主加深我们对感恩祭的认识，加强我们参与弥撒的热忱，与主结合，与兄弟姊妹共融，同睦主恩，在生活中实践主的教训。